早前邓超在微博自夸正直、善良、勇敢等，并顺带晒出自己和姐姐幼时的合照，引发网友疯狂转发。晚上邓超又转发这条微博，哭诉自己一天来的悲惨遭遇，因为没和我姐打招呼放了她的照片，被她暴打一顿，我不就是没艾特品名之位吗？求各位大神帮出头，看起来是因为遭到姐姐暴打而曝光姐姐微博来报复，希望大家帮她出口气。自从邓超爆出姐姐的黑白老照片后，姐姐的庐山真面目也引起了网友的好奇心。近日一组邓超姐姐的近照曝光，乍一看跟演员袁泉气质颇为相似，引来粉丝称赞姐姐好美。优酷全娱乐整理报道。